尽吾家，为我儿报仇。小天，竟敢引动地脉之力，毁我族龙脉，杀我族子弟！老狗，我族当年救你狗命，如今你却欺骗我，夺走我儿本源，伤我儿性命，今日必让你付出代价！地脉七息，你带弟儿先走，给我报！这个魔头竟然来此处造次！这人，拿命来！打！金帝，吾家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天崩地裂！形成的法相天地，想逃？哼！不好，他在积蓄地脉的力量。如天掌。救救弟儿！这就是那人炸毁的库房，是，里面还有一个虚空阵台，但已经没法开启了。有意思。随我来。五言少爷出手，道这次死定了。少爷，九娘就陨落在此。退后，
生死图。你，好恐怖的压力。服下这半瓶容神圣液，吸收道胎。运转我之前教你的那套心法口诀。别让他死了，否则本源完全破碎，就没用了。已经吞噬了道胎，再等片刻便能彻底融合。未来帝儿一定能君临天下，带领我族一同玄域九州。爹，你不可以进，让开！你不能进，你不能进，滚！你们别急，我已修复了他的身体，他现在只是暂时虚弱。啊！那是灵儿的气息，怎么会？我已成功融合了他的原始圣体。太好了！神体与原始圣体融合。帝儿未来必定成为至尊，无敌于天下。原始圣体，灵儿竟然是原始圣体，小偷也配当至尊？你们这群无耻鼠辈，简直是禽兽不如！哼，你在此泼妇骂街，不过是徒增笑话罢了。看在你儿成为帝儿垫脚石的份上。我可让道祖成为我族附属。糟糕，我道啸天以神魂为誓。你屠尽武家，为我而报仇。为我而报仇，老祖，请愿撤兽救帝儿。
身上性命，要杀了你们这群卑鄙无耻之徒！找死！剑斩星辰！